昼夜不事迭代。臣等扣心绝气，坐不安席。愿少益治牧之情，奉行先朝旧典。帝曰：哀悔常事，岂足观言？朝夕十周，粗可知任，诸公何足忧怖？祖宗勤专武略，未修文教，正经养秉圣训，述习古道，论时比事，又与先世不同。太尉等国老，正之所记与典记旧事，或所未悉，且可知正大义。其余古今丧礼，正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、高吕等，公可听之。帝因谓明根等曰：圣人至促哭之礼，受服之变，皆夺情以见。今则旬日之间，言及及及，特陈商礼。对曰：臣等服旬经策遗旨，于月而葬，奏而及及，于下葬之初，奏殓除之事。帝曰：朕为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，盖由君上为事，